因应元旦的连续假期，玉里警分局妥善规划警力，确保交通顺畅。连假第一天是在台九线、花193线道，还有台三十线等重要路口编排交整纲，更采用空拍机来监控辖区内重要路口，及时掌握辖区最新的车流状况。为了因应111年元旦连续假期，玉里分局妥善的规划警力，来确保交通的顺畅。连假第一天，在台九线、花193线道以及台三十线等重要路口编排交整岗，更采用了空拍机来监控辖区重要的路口，来及时掌握辖区最新车流状况。分局长温金星在交通组长陈伟杰陪同之下，与巡逻员警前往超商巡签，更以蔡局长所核发的慰问金来购买茶叶蛋，为寒冬中辛苦执勤的员警来加油打气，转达局长的慰勉之意。玉芬局长表示，感谢局长所核发的奖励金来慰劳辛苦的执勤同仁，同仁在连假期间坚守岗位，牺牲跟家人团聚的时光来奉献，其实为的就是能够给用路人顺畅的交通环境。记者高双双、玉正采访报道。